Hello，我又来打卡了。晚上的果冻你们都吃了吗？晚上果冻啊，一定要在睡前吃啊。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吃啊？在吃果冻之前啊，先给你们看看我们家新鲜出炉的反馈啊。因为我们家的话卖的也不多啊，所以那个好多反馈没有显示出来。我带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顾客啊，喝4天掉1斤啊，吸收还是不错的啊。你们有需要的一定记得去拍哦。开喝了。尽量把它嚼碎一点啊！嚼完以后，喝一杯温水啊！这个是我给自己囤的货啊，又给自己囤了这么多货。但凡你们有那个想要变美的想法啊，放心去试一试啊。或者是便秘比较严重的、肚子比较大的啊，都可以去拍的，效果真心不错啊！现在还是有活动，79块9是买六赠三的啊，到手的话是9盒，有需要的你们就去拍吧啊！好了，拜拜，晚安吧。